界和尚，上海向涛大和尚。顶礼德界和尚，上海下涛大和尚。阿弥陀佛。我们坐在这个九层楼的一个空间上，现在皓日当空，蔚蓝的天上白云朵朵。我们坐在这里呢，每一位就像一座塔一样啊，像一座宝塔一样啊，披身着海青，受持戒律，模仿着以前高僧大德以及诸佛菩萨、声闻罗汉啊，这些圣者的行仪啊，让我们的生命啊，带上了无比的庄严之具。庄严具啊，有很多人喜欢戴项链呢，黄金、铂金的，甚至喜欢佩戴钻石啊。无上的庄严是为戒律，戒律让我们的人在天地之间呢无愧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，如果没有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不怕鬼敲门。我们呢受持戒律的人，断恶行善，这个在天地之间是最尊最贵的啊，乃至不单单在天地之间为尊贵，对我们自身来说，过去未来来说，我们今天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是最尊贵的一天啊，让我们有闲暇来思维甚深的道理，让我们呢有闲暇来窥到自己生命这个深邃的一面。像我们佛教徒讲究竟的、了义的、无漏的啊，这个佛教徒说不共同的，这是佛法所独特的，它能存在世间的价值所在，什么？跳出轮回，超出轮回的。这就是我们说什么啊？横超三界，横超三界的是吧？我们念佛的就叫横超三界。乃至我们每天做早课所念的，不利身体。或法身，不要经过长劫的修行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就的，这是佛法的殊胜的地方。为什么这么殊胜呢？这是佛陀与大悲怜悯我们的缘故，看到众生苦了，众生没有长远心的，都是三天热度，所以佛啊，只要我们啊机会成熟了，马上就给我们解脱。乃至我们净土法门里说，一念乃至十念皆得往生。我们在座的很多净宗行人，相信不相信啊？请问有没有经历过？你们自己学念佛有没有经历过？有没有经过历过往生现前的阿弥陀佛看到了？有没有？请举举手看，有的举手。念佛念到见阿弥陀佛莲花来接引的，有没有？我们的净宗协会是我们印尼最大的这个净宗协会呢。我曾经在做居士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发现，
在末法时代啊，种种的法门当中啊，啊，这个念佛求愿往生的法门是最微妙的，它是最微妙的，哎，因为参禅，参禅它不可执于有，它不可执于有的，哎，但这个念佛呢，它又不能落于无，所以这个念佛很奇特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念。念的一辈子，你念了一亿的佛号，十亿的佛号下来，叫你拿来我看看，拿得出来吗？拿得出来吗？拿不出来。哎，最后他还是落在于妙，哎，这个真空当中啊，哎，这个真空就是莲花哦，因为我们众生处处着呢，众生是处处执着。故所以啊，造下有漏的因，感有漏的轮回的果。所以念佛的人虽然有为，这个里面却是清净的。若净珠落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，有这样子的妙用。所以当时啊，我做居士的时候啊，我就把这个手啊，啊割破，就写血书。我这一辈子啊，修净土，弘扬净土。后来我的一位老师，他正好从中国的普田广化寺，当时圆卓老和尚请他在广化寺教净土法门。后来由于啊福建这个地方太热，受不了，年纪太大了，他呢以前亲近过印光大师，所以在当今的这个佛教界里也算是虽然是居士，也是很了不起的。所以普田广化寺请他教净土，他受不了了，就回到上海，正好有人介绍我，就我们认识，他就专门为我一个人开课，啊，每个星期一节课，星期一我就去到他家里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坚定了念佛的信念，又植育了这样的善知识之后，他每次都是给我讲印光大师的这个开始录啊，印光大师的文钞，逐一字一字的解释，不是说一句一句的，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，叫敦伦敬分。什么叫敦？什么叫伦？什么叫敬？什么分？什么叫贤邪沉沉？贤是什么意思？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贤，你看我们中国字啊，贤是什么意思啊？门字里面有一个木头，对不对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个门呐，前面有一个木头拦着，让你看得到那个东西，你却不能够上前去，这个叫闲。这个也有关照的意义了。比如说，你看到这个是不好的，让你不去做，哎，这叫闲。哎，闲的意思，它不单单按着每一个字这样解释。非常形象的，我们中国的文字的这个形象的意义都显现出来，哎，贤邪沉沉，啊，每个字这样解释。所以有一天我在家里念佛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每天喜欢，啊，早晚都是念佛，啊，乃至，啊，这个在路上也念佛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躺在床上也是静静的阿弥陀佛。然后只要一醒过来，第一个念头也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结果那天晚上啊，哦，就这样念佛念佛就睡着了。睡着了之后啊，哦，就当时也不知道是梦啊，就看到阿弥陀佛在虚空当中了。这个时候哎，非常的欢喜，马上给阿弥陀佛，我也站在虚空里，然后给阿弥陀佛顶礼。一顶礼顶下去的时候，哎，恍然之间有一句佛经的语言呢，在我脑子里面就印出来了。哪一句话？金刚经里的一句话，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这句话一下子印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很奇特哦，恍然之间呢，
天也没有了，地也没有了，阿弥陀佛也没有了，我自己也没有掉了。哦，不单单没有了，这个恍然之间，天地当然呢，这种这个啊，一刹那之后啊，就是这个先是没有，后面是有，哇、哦！然后这个头顶啊，就冲出去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很奇特啊，当时又很怕，我就想，哦，那神识如果头顶出去了，那不叫往生了吗？哎，不能往生哦，我这是学佛，我还没有把这个佛法的利益分享给爸爸妈妈、兄弟啊、朋友。哎，认识的人还没有告诉大家呢，我是一个人呢、啊，默默的在学的。那时候还做居士，在家里做居士的时候，啊，不能，啊，这个是我第一个念头，哎，现在还不行。然后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又念念念，哦，又念回来了。所以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哦，念阿弥陀佛也可以消灾延寿哦，是不是？这也是一个证明了。啊，后来去见我那个善知识，上课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善知识说，我就问他，我一念乃至十念，十念乃至一念皆得往生，是真的。但是往生，如果真的往生来临的时候会怎么办？哎，请问，我请问在座的我们诸位菩萨们，如果现在阿弥陀佛来接你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？有没有想过？有时候念佛念了老半天，还没想过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。人生无常哎，什么时候来接有一定吗？不一定哦。但是来接肯定吗？肯定哦。哪一天知道吗？不知道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所以啊，我问我的善知识啊，说如果阿弥陀佛来接，啊，如气呀、啊，那个碧玺啊，啊，好像我们中国话叫那个，就好像一个破鞋子扔掉一样，如气扔这个身体啊。就像啊，如气涕唾，好像鼻涕啊口水一样的。但是很奇特啊，后来我阿弥陀佛也是在念，但是却更甚深的去思维极乐世界。我们的经典里说，在十万亿佛土之外，对不对？是十万亿佛土，去此向西十万亿佛土。但是我们中国的寺庙里面同时又写的大大的四个字，叫什么？咫尺西天。说西天呢、啊、就在咫尺之间哦，有没有错？有没有错？如果你不相信阿弥陀佛，不相信极乐世界，哦，离你又很远哦，十万亿佛土之外哦。如果你相信，离你是不是很近？是不是？哎，相信的人很近，不相信的人很远。你不相信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大劫了呢。十大劫了，四十八愿，愿愿度众生，但是奈何啊，我们还在轮回哦，轮回的众生还是那么多。真的相信了，很近很近哦，哎，皆入弥陀大愿海哦，哎，你说远还是近？啊，所以作为这个无漏学。无漏学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看，人生，人生有很多是可以被节省的，
就像我们学《弟子规》，其中要提到我们要惜福啊，要惜福。请问在座的每位菩萨，我们人生最大的浪费是什么？最大的浪费啊，是不知道佛性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浪费一滴米，浪费啊一粒米呀、啊，浪费一滴水啊，哦，这叫浪费。你把天一样大的佛性你都看不见，是不是叫浪费啊？我们的有时候一说啊，佛教讲放下，就说佛教很消极。佛教的放下是什么？佛教的放下是一种学习的方式，恰恰是提起什么？放下是什么？放下是让我们学会提起佛性，是放下生死，放下轮回，放下烦恼，放下有漏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放下是为了让我们提起呀、啊，提起清凉，提起光明，提起法喜。说放下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？应该是积极的啊，这个是智慧的人生观呢、啊、是不是这个道理、啊、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放下啊？用八关斋，关闭诸恶趣门，关闭啊那种种的啊瑕疵妄想，让我们的身心啊模仿着那些菩萨罗汉啊静坐在这个教法当中，一日一夜不杀生的清净，一日一夜不偷盗的这种生的安稳啊，乃至啊不淫欲，离男女相啊，这生命啊离男女相，然后啊离妄语，让我们的口也清净啊，一日一夜乃至不饮酒啊，让我们的大脑也清醒，一日一夜不坐卧高广大床啊，让我们离语放逸，一日一夜啊不涂着香花幔，是让我们离语虚妄虚伪。所以这样子的清净戒律啊，唯有大慈大悲啊佛陀才明了，才会来教导我们人呢、啊、他有无漏的智慧，照见众生苦恼的因，烦恼的因在这个因啊在于何处，然后为我们找出啊解药来，解药啊，受持戒律啊，因戒而生定，因定而发慧。哦，这一发慧很了不得哦，这个了不得。平时我们都迷失在这个，现在21世纪啊，大多都讲了唯物的世界，唯物的世界。所以呢，哦，那个就是物啊，要比命还大。我们中国现在有个啊，有一个口头语啊，啊，叫钱是命，钱是命，命是什么？命一文不值了，这个物质世界、啊、唯物的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对吗？啊，这个对吗？特别啊，已经拥有很多财富的、哦、身心能够啊啊，能够从里面从这个财富的困惑当中解脱出来的，这就发现拥有了很多的物质，心灵能够得到喜悦吗？会思维这个问题，因为物质和心灵的喜悦是不相干的，两个东西根本不相干的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分马牛不相及，什么叫分马牛不相及啊？中国的这句话，这句话也有意思的哦。
刮风的时候啊，牛和马两个动物的对风的喜好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牛是喜欢怎么样？牛喜欢啊，把屁股对着风，马呢，把头喜欢对着风。所以说，在风的面前，牛和马完全是不一样的姿态，所以叫风马牛不相及。我们的幸福和物质完全也是这样子的，不相干的。幸福属于精神的范畴，没有钱也能过得很开心的，因为开心跟物质不相干，是不是？很多这个世界的人没有思考明白这个生命的道理啊，包括我们现代教育啊，小朋友去学习，学习10年20年下来，学校里有没有讲过生命本质的东西？有没有讲过生命本质的东西？学了数理化一大堆，然后生命快乐是谁？什么东西？快乐是什么？快乐是什么？啊，书本里有些有没有写过？那快乐又是我们生命每一个生命都要追求的，不单单是人哦，连小狗小猫都要追求的。但是却不知道快乐是什么，这奇怪不奇怪？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了，从营养学的角度，我们今天中午吃的，吃了多少碳水化合物，里面摄取了多少的热量。乃至维生素 ABCD 都能给你分化验出来，说这是我们生命健康很重要的依靠。摄取的这些食物啊，是我们生命健康的很重要的一个依靠。但是有没有哪本书里告诉你，快乐是什么东西维系的？快乐是什么维系的？吃维生素 ABC， 吃哪样东西对快乐会比较有效？有没有讲过？有没有讲过？所以你看，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却没有去呀，讲过了。但是佛陀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快乐是什么？佛陀告诉我们都是很简单了，出乎你意料了。快乐是什么？快乐来自于无我的利他，这是快乐的源泉。那反过来，痛苦是什么？痛苦是每一个生命都是讨厌的哦。痛苦又是什么碳水化合物组成的？重要不重要啊？痛苦哪里来的？自私自利是痛苦的深坑。谁要想自私自利，好，那你就开始挖痛苦的坑吧，越挖越大。挖了会别人跳进去吗？我们中国说啊，解铃还需系铃人呢。这个痛苦的坑都是自己挖的哦。痛苦从哪里来？痛苦从自私自利里来的哦。快乐从哪里来？快乐从无我利他中来的哦。所以阿罗汉灭初众烦恼，断烦恼，证无漏尽通啊，证这个漏尽通啊，从哪里证？就是观无我了。观无我，观到这个我，所谓的我是虚妄的，是如梦幻泡影的，如芭蕉，如艳阳，就像那个太阳啊，照下来照的那个飞机场，大家都看过，飞机场平平的，你看过去好像机场不是机场，好像是水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阳光照在了机场的表面，那个水蒸气蒸发出来的，你远远的看过去像水一样，是不是水啊？那驾驶员还敢开过去吗？别开到水里去，是不是水？不是的，那叫艳阳，如艳阳，走近看是没有的，
远看好像有。我们在座的，我们今天持八关斋戒，我们以这样的清净身心反观，我在哪里？如果我的执着越来越轻了，那我们的烦恼也会越来越淡，烦恼就会越来越淡。本来这个烦恼牢牢地困住你哦，哦，这个烦恼如果是一个坏蛋的话，天天我们被烦恼按在地下打哦。你说是可怜不可怜？什么时候解脱？什么时候我执能淡，烦恼就开始没有力量了，打不到我们了。可以找，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可以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手是我们呢还是脚是我们呢？那头是我呢还是内在的心肝脾胃肾哪一个是我呢？为什么讲这段事？就当我们这个人，你看医院里也有截腿啊、截手啊，甚至啊把那个胃啊切掉二分之一，把肝切掉二分之一，哎，甚至有时候连肺都能切割，心都能换一个心脏。哎，这奇怪，到底什么是我？当换了一个机器的心脏在里面蹦咚蹦咚跳的时候，这个我根本不减少的，没有缺少掉。这因为为什么我们自私自利是痛苦的源泉呢？我们自私自利就认这个虚伪的我是我，不是真实的因缘假合的这个是我，就不知道。正因为是执着这个小的狭隘的一个虚假的一个合的，所以它是苦的源泉呐、啊，苦的根本呐、啊。哎，苦不苦啊？如果忘我了，忘掉这个小我，能够利益其他的众生，怎么样？就把我们的心量越来越扩大，越来越扩大。心量越大，怎么样？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怎么说？量大，对，福大，对不对？量大不福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福报，呈现出物质的世界。它还有呢，量大什么？量大的人快乐哦。哎，那弥勒菩萨，你看心宽体胖，天天笑哈哈的，开心不开心啊？弥勒佛开心不开心啊？量大福大，欢喜也大了，快乐也多了。哎，这是我，天也是我，地也是我，你也是我了。所以利益众生呢，哦，就像利益自己一样，帮助自己一样，帮助众生呢。就像我们要放生了，过一会要放生，为什么要放生呢？本来我们很多中国人要吃它的，哎，要吃这些动物的、哦，为什么我们要放它？这就同体的感觉，看到它也是生命，悲心的缘故。有了这样尊贵的品行了之后，我们接近于佛了，学佛的人呢，这样去做，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也像佛了，不单单表面上像，本质上也像。然后读经也明白意思了，听善知识开示也明白道理了，就相应了。所以放生呢，不单单拯救了他，这个是我们行菩萨道不可或缺的，是我们佛弟子不可缺少的一个修行的行为。很多人很狭义的去讲，放仅仅从生态学上，我放生啊，哦，这个众生到底能不能成活啊？我把它这个放的是不是这个地方啊？很狭隘的生态学，他没有考虑到我们生命本身还有一个心态学呢。所以啊，我们接下来就做放生。
到西方去，莲花朵朵开，花开